谢谢。哎，好，听见了啊，好，嗯，好，谢谢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前排的妇女们很爱我啊，后排的也是啊，后排奶奶，哎呦，我这都喊岔音了，这边啊，你是有多爱我啊？谢谢，谢谢。嗯，腊月二十三，小年儿这是啊，哎，有什么需要我救你是怎么着？嗨，哪儿那么大楼啊？撕心裂肺了这是啊。行嘞，这个，哎，我听见了。你说你听相声来回家嗓子哑了，你怎么交代跟家里人？比演员使的劲儿还大。嗯。啊，他说他要当我儿媳妇儿。哎，回来，他说的是嫁二的啊，二的还小啊。哦，都行是吧？那就嫁于老师吧。哇，这是三儿媳妇儿啊。谢谢啊，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哎，这个老话说得好，嗯，二十三要封箱啊，这什么话呀，这是小年儿，小年儿了，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哎，小年儿快乐，列位，谢谢谢谢啊，每年这封箱跟开箱啊，咱实话实说，这真是德云社带起来的，是。为什么叫封箱呢？为什么叫开箱呢？嗯，这是人家过去啊，人唱戏的有这个，唱一年了，哦，嗯，到今天咱们休戏了，哦，把戏装都装在箱子里，贴封条，哎，封箱，嗯，说相声后台囊子呀，没有箱子，有一塑料袋就装满了，就啊，就大罐儿。我是借鉴了人家戏班的这个规章制度，哦，搁在说相声堆里边，嗯，现在全世界说相声人那会儿都封箱，都开箱，是啊，挺好，挺热闹，对。德云社是一个年轻的相声团体，嗯，到今年成立是第二十个年头，今年是啊，二十年多快啊，整二十年。在相声界呢，我们很一般，嗯，啊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，啊，谁呀，啊？没有，嗯，行，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啊，是顺口答应问，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。哦，是不是？都谁呀，啊？嗯，就儿子是吧？这孩子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啊，难得老少爷们儿这么支持我们，这么捧我们。嗯，我们好好说相声，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是，一般来说，开箱的时候，全体演员都得上来。嗯，这是在京的部分德云社演员啊，见个面，跟大伙儿见个面，还有学员呢，还有在外地的呢。嗯，还有什么都没来，啊，是没买着火车票的都有，还在道上走着都有啊。嚯！咱们也不等他们，等他们来大年初四了就啊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给大伙儿集体唱一个小曲儿拜拜年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好，我们从第一排开始唱，来来，嗯，谁准备好了？啊，他不唱是吧？咱们唱，我以为买票上唱歌来呢啊。你们要不唱，我们就唱了啊。啊，这个牌什么退票，哎？你没问问我。我们的宗旨就是不退票啊，什么宗旨，我领着唱，你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得张嘴，听见了吗？好，这都是有嗓子，尤其于老师这是花腔女高音啊，哎，你听着还花腔呢，那是啊，嗯，都准备好了吧，来吧，来开帽头云苏调，嗯，爆竹一声辞旧岁呀，啊，哎哎哎哎，秋冬四季分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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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东海连绵天心水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西山层层起浮云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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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河南相州有文王墓啊，山东曲阜圣人坟呐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也有老来也有少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也有武来也有文呐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也有能写又能算呐，哎哎哎。也有那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，还有我，争名夺利是中和用啊，
炸酱面，涮锅子，嗯，麻辣小龙虾，嗯，灌肠，哎，行了，卤煮，哎，说的都说呀，你还得吃呢，啊，是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咱们野鹤闲云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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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天增岁月这人增寿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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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春满乾坤福满门呐，哎哎哎哎。这个叫开场的小唱，是我们内行管它叫门柳子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嗯，压一压列位的耳音。是，咱们正式就开始了。哎，有说的，有唱的，有变的，有练的，有文的，有武的，热闹。今天在场的德云社这些个说相声的，都得展示一下，都得露个面啊。首先是于老师。哎，我完。于老师翻跟头翻的特别的好。哇呀！哎呦，在后台。跟头带王，哎啊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看看，热心观众，这是恨你不死啊！我这本命年就应了景了，这就啊，这不吉利。于老师今天确实他翻不了跟头啊啊啊！退票啊！想瞎了你的好眼，你就没问我们指什么吃的。你不能翻，有人能翻，谁能翻 啊？因为今天台这些位呢，我们实话实说啊，嗯，什么辈分的都有。对了啊，你看，比如说我徒弟啊，啊，袁鹏，小岳，袁鹏呢？哎，这个上这儿来，上这儿，这儿话筒，来，站这儿来，站这儿，哎，来来来，这个听说你现在很红啊，是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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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爱他吗？哎呀，这也没见过直溜黄瓜呀，啊，先嗨。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吗？是。岳云鹏现在都教徒弟了啊！来，哪是你徒弟？我都认不出来了。现在这有俩，有俩，有俩是你的啊！嗯，对，哦，这是你徒弟哦，这俩我都绑好了。这是岳云鹏那个翻跟头门的徒弟，练家子这。这个哎，这烫头的这个有点像你谦大爷啊！这是不是你于老师当年犯下的错误啊？哎，烫头也遗传。来，那小子过来，上这儿来，长得多俊啊！嗯，这是岳云鹏的徒弟，我的徒孙啊，他叫尚小菊。哎，啊，嗯，这孩子最大特点就是从小就不学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跟岳云鹏在一块学艺啊，举止动作、言谈话语跟小岳一样。哦，来，你学一个小岳，来，来，来，你站旁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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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块儿捧哏的来。我学一个我师父平常打人的动作。嗯。学好不容易，小坏一出溜啊，嗯，马上就要出打师傅的了。哎，什么话这叫？你我大年纪添堵你这是啊？这批学生呢是德云传习社当年招来的。嗯，啊，在传习社的时候，文韬武略吧都得教，嗯，翻跟头啊、踢腿啊、唱什么都学。所以说这是能翻跟头的说相声的孩子啊。哦，来来，就这儿够不够？来，你这样，你站我这儿，你往那边翻，好不好？他一下能落到第四排去啊，横着吧，好吗，孙子？啊，不是骂人，他就这个辈儿，你知道吗？一年花好些钱买这么一个辈儿，你看看啊。后边那个，等会儿，后边那还没介绍呢，那也是你徒弟是吧？是是是。啊，这那叫什么呀？刘晓婷。啊，刘晓婷啊，哎，就翻下去。那孩子晃我一下啊，啊，哎。预备，走你！说句实话啊，这就找不着北了。这平时不敢让他们在台上翻跟头，啊，怕人说跟二人转似的，又翻跟头又这个。我说咱们好好说相声啊，嗯，当然了，赶上时候该翻也得翻。像这个五张桌子夸就下来，不是没有过，是吗？摔死好几个了。哎，来来，那孙宝宝，哎，快。这样说是不是好？这好一点啊！又还逗了，又晃我一下，这俩孙子没有你们这样的啊！嗯，来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这比那好，这比那好，土匪行，这是土匪，这是啊！哎，还有比他翻的好的，就是岳云鹏了，来一个吧！哈哈，饶了他吧啊！
给他把它系上，系上。给他系好了，系好了。好好了，你也捆上点，捆上点。预备啊，师傅给你喊啊！哎嘿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哎呀，这么大的角儿，你看啊，预备，开始，快缠起来吧！啊，这么春晚怎么要这个节目呢？要没有你啊，打不起来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们看住了他啊，别出事儿。连三十晚上还有用处了，这是啊。挺好啊，刚才这都是说着玩，有你俩孩子翻跟头，有情可原。你真是我们这个岁数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要真把我摔个好歹的，你说谦儿嫂子得心疼跟什么似的？有我什么事？我们这儿，哎哎，看这个，我还把他给忘了。哎，往前站，这是我徒弟啊，这是一个属中国的，这是、啊、哎，有属这个的，那叫郎鹤炎。嗯，郎鹤炎，哎，来好，还会鞠躬，你看多灵。啊，这个他是我们这儿文武双全的，因为小的时候先练的气功，对，练气功了，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不干这行了啊，说相声。但是呢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比这些没练过的强了啊，比他们强多了。这说两句，我后台亲眼瞧见好些人啊，光光。行吧，你展示一下呗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就来一个。也没有这么大功夫，孙果屈大师没石头啊，硬气功嘛，不是？师傅，关键师傅，我没胸口，没胸口，对啊，对，有腰窝也行，那也不成啊，打得满地牛奶也不像话啊，你运气啊，我是不是得洗个澡啊？我有预感，今天晚上这个台上不定多少个胡说八道的，因为从我这就管不住了啊。你这样吧，你运运气，我们找一后台最厉害的，咣给你来一下，有壮的人，找一壮，我看看啊。来来来，王浩南，来王九龙，这我徒弟啊，我徒弟也是我外甥啊，王九龙，就他原来在家是练武术的，他跟他俩一块学武术，后来那个受不了了跑了，嗯，他呢没人挨打了，他也不干了，也说相声了啊，就追到这儿来了啊，那个他运好气，你给他来一下行吗？可以啊，得打得哭嚓哭嚓那种啊，啊行。你运气，你运气啊！哎，来吧，让，咱那边闪开了，哎，别溅一身血，溅一身血还行，可别溅一身血，这是要现行啊！你们这是打河边捞来的啊？王九龙，你可使劲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使劲啊！我的个天哪！你看这。行，哎，还真行，练过，你知道吗？还行，练过。说句良心话，你要说打我这一下，甭说打三下，一下我就得躺那儿。那可不是吧？咱们这是功夫，我非得吐血了不可，来不了，确实是啊。这是你没学过这个，你要让我来这个，我这个岁数，哎，行行，你也不行，别捧了，谦儿比我大四岁。嘿，行了，啊，哎，死了。是，要不咱跑吧？哎，趁着警察没来撤吧，走，你好，不会真死了吧？不能吧，我的天哪，我跟你说，他今天刚结婚，今晚就入洞房，我替他好吗？我也只能受累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，好像大风箱子，你说这还死个人，我的天哪！不知道，你说你怎么就死了？在夜店里边打了一夜啊，在这就是。